甩进来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时代的阿多里斯，我们今天就是纯玩，没有特别想讲什么，因为大部分想讲的我应该都讲到了。那我今天发现一个很有点好玩的东西，它就是那种娱乐台啦，夹这个小汽车，这个看起来是大台那一种，因为有的它那个小汽车它会用那种比较廉价的，那这个应该是外面真的有在卖的那一种。嗯，但它也有那种透明卡是比较廉价，只是纯粹拿来当精品用的。它这个玩法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，然后夹起来之后，它在这里放下来，然后它又旋转，它就把它甩进去，然后甩下来呢才会中。对，那我也不管。我跟地球无关。不玩过吗？来玩一次。我们就投500，加油次。你干嘛一直按荧幕？你也想按？哦，不能按的吗？你有玩过吗？没有。那我们要讲什么呢？喜欢哪一台车？哪台？我想看哦。嗯，那我们讲那个感觉像餐车还是露营车的那一台？餐车吧。好，可以吗？甩进来。他怎么看就没救了、欸？你那台就不行了。那就没救了。没有，有一台就是别台，一定要那台吗？我没有一台那台。可以换他的了。没有，不需要。我们就是玩500块，看它会变什么样子而已。看看结局。那台比较好夹，因为它比较宽。你看它是放横的。啊。那个纸就比较难夹一点。来了，来了。哎，摔！哎，回去了。哎呀！哎呀！那这台有事吗？它变得很歪耶。那我们讲后面那一个，感觉也是工程车。哦，这样。啊，干！比较深，我看它前面感觉不错。好了，可以，我来学习。哎呦，甩进去，哎你！哎呦！太强了！就是这样子。这种稳夹几乎可以夹得到，但是又不一定中得了的东西。真的，最适合那个喝完酒的时候一群醉鬼来夹。醉鬼表示好。啊？哎、欸？他这个夹得很紧、啊，然后他又有那个橡胶。来，哎呀，回去了。因为他难就难在这个梗。对。还有两次。还有两次。我们夹到这台，好车，好车，好像太前面了。还可以。来，哇！啊，最后一次。拿手。我们再来夹那个，看看。不会太里面吗？不知道，试试看。都被卡到，没了，干！啊，这个这短信夹过就没办法夹，这台真的。看一批吊车，吊车，伸缩那种吊车。再来，我们来玩旁边那一个，我换个钱。我剩10000块，帮我拿一下。那我们换这边，再来我们来隔壁的这个它也是夹托米卡，它比较长，那这种它就是一样放在中间，它会弹起来进去才有。那它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多那种夹零食的，它是这样做，就是都夹得中，但是不一定会得到它。不一定掉下去。对。车好长哦。
因为它太长了，听得懂。是，所以就更难讲了。所以测试的意思吗？超长。来来来，哎呦！一百块一台，这个外面卖多少钱？这是这是那种就是有在卖的那个型号的，不是精品的，所以就耶，可以懂。那里有那个汤马斯小火车，真的后面有汤马斯。前面没有买，前面有买，左边那台的是吗？不是，好，我们换一个玩玩看，我们今天就专找这种娱乐台，700块，赚了，赚了，赚了，哇，700，赚了，赚了。